所有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为你施浸，使你在基督耶稣里面完全彻底重生得救，你期待受洗已久，阿爸天父知道你的心，物归原主，让子回家，是我们信耶稣的动机和目的。求主恩待你，透过你的整形的专业，能够帮助许多的人，外在美，从头到脚，五官四肢皮肤都更多的美丽年轻，更求主兴起你，装备你，成为让许许多多的灵魂，更多更多的逆鳞灵魂，更多更多的青春灵魂，更能够流露出基督的馨香，彰显出上帝的柔美。求主帮助你，成全你，让你能够心里的梦想都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得以成就，让你成就的目的不是要证明自己有本事有能力，让你完成梦想之后呢，更能够出钱出力去建造教会，去拯救灵魂，成为基督耶稣的将领。孩子如此祷告祝福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，阿们。